来讲的话，一流上又有不一样的成就。对，那冠军是可以获得 NBA 的背包，还有什么来着？还有这个通泰钟表所提供的精美手表。好，既然你要公布一下，就是样样跟虎牙。获得的手表以及 Fango 所提供的卸妆，恭喜！这个让其他两位呢，我觉得是不错的经验，不错的经验。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去蒙再给我们。大家也要多多支持他们的作品啊！谢谢。